비가 군대에서 가끔 전화를 하거든요. 아, 그래요? 생일날 새벽에 막 문자를 보내준 거예요. 어, 그랬어요? 군대에서 생일 축하한다고. 男制作人闵熙珍在29号接受金鹰大的音乐学院采访，谈起上半年陷入与 HYBE 娱乐内斗的风波时，受到来自军中的 BTS 成员 B 的慰问，大赞他善良温暖。没想到 B 却遭到怀疑违反军纪，引起讨论。B가 군대에서가끔전화를하거든요。아그래요？뭐라고해야되지？해맑은아이거든요？이런일을당하고있는데도 、해맑게연락괜찮죠？막이렇게얘기해가지고생일날 、새벽에막문자를보내주는거예요군대에서생일축하한다고와얘는정말너무살가운애다闵熙珍透露 V 温暖的一面但却被网友向国防部检举质疑 V 涉嫌违反军纪指出闵熙珍收到简讯是2023年12月16号是 V 刚入伍第五天是不能使用手机的训练兵身份怀疑因为 V 是偶像对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此目前经纪公司尚未对外回应